听了吧，吃不了兜着走。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，家人们，我是猴子。咱们今天弄点包子，面里边稍微少来点糖，加入两袋发酵粉，拔起来，搅拌均匀。肘子冷水下锅，再来一条五花肉，料酒，我焯好的肘子，咱们放入高压锅当中。我慢着点烫吧。焯肘子汤，哎，来，我先来进到锅中，加上油、盐、五味包、十三香、冰糖，上高压锅，咱们炖上它40分钟。Later。咱把肘子还有五块肉啊，家人们，切一下，剁了它。把剁好的肘子放到这个豆角里边，锅热，加入甜面酱，再来点豆瓣酱。把焯好的酱倒入到那个馅儿里边，然后来点盐、十三香、味精，然后搅拌均匀。上一下气儿，蒸上15分钟以上，大概17-18分钟就 OK。时间长了不行，掉底儿。二，啊？倒上点醋。小子，我给你爆瓣蒜吧。啊，行。来点辣椒油，光要油。哎呀，这家太烫了，这个。哎，非常成功啊！看了吧，也不掉底儿。来来来来来，你们先来，你们也吃不着，还是我来吧。嗯，一吃一个不吱声了。嫂子太香了，给您拌蒜吃，就是拌蒜。那就得配着点蒜。给我，先给我一个。
吧。你吃什么味儿啊？你说。老香了，真的老香了。要不是得跟你们说话，我真不吱声了。绝了，我跟你说。嗯。别说了，太烫了，太烫了。咱俩吃的不一样，俺、吃肉的，你吃的素的。那素的没少包点。还包了个什么？茄子、葱，还有豆角。我也吃个素的吧。你别吃素的了。好几个了。那你也别吃了。嗯。素的更好吃，我尝尝，尝尝那馅儿。素的好吃啊。我说都给你啊！听了吧，吃不了豆着都。放心吃啊！你说要不就走，这不行。要不然姑娘光给你弄。还有那个酱香味，还放甜面酱了，放豆瓣酱了，不是？吃几个了？吃仨。那金刚腿不怕烫。你吃几个？仨。你那也是金刚嘴啊！他发你也发。我第三个。我姑娘在后边一坐，跟个小导演一样。导演能咔了吗？好了，家人们，今天视频到这结束了吧？确实太过瘾了，太过瘾了。感谢老铁们支持，没有点关注记得点关注哦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结束，感谢你们支持，下期再见。嗯，拜拜。这赶紧吃，喝。哇！你干啥？你拿来看。太可怕！一只七星猪。我靠！扎手。那肯定。人少肉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过节了，咱们今天来点硬货，两个帝王蟹，两只波龙。别跑我就说，赶紧给它清洗一下。哎呀，今天指定要必须，不是指定，是必须要给它吃爽。清洗一下。哇塞！把刷子咱们给它刷一下。开始掉下，这玩意钳子两个就能干饱。帝王蟹咱们已经清理好了，清洗好以后啊，咱们这个帝王蟹跟这个龙虾，咱们一会儿清蒸一下就可以了。剩下这个小帝王蟹，咱们盐焗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先把这个帝王蟹啊，把腿儿给它砍下来，碎货嘛。嚯，干我一脸！哎呀，咱们一会儿这波龙啊，整只的蒸。那么咱们，陈哥，哎，给我把龙屉拿过来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好了，我这放这儿了啊。等一下，随手摆好了就拿走。哇塞！就放那边去。俩都晾了，走是吧？对。走了。哎呀！好。咱们现在上火啊！
蒸上15分钟。别玩了，猴子，别玩了，还有个帝王蟹没做呢。好，好嘞，马上，赶紧来。好嘞，好嘞，不然，来，咱们赶紧把这个帝王蟹做了，我都忘了。废话不说，咱们先把帝王蟹盐焗了。开个火，咱把盐倒入锅里，盐里边加入八角、桂皮还有香叶，咱们给它炒一下。盐炒好以后啊，咱们盛出一部分来。整只帝王蟹盐焗啊！帝王蟹放好以后啊，咱们把剩下的盐再倒回去。起，哦，来喽！哇塞，这个颜色，哇塞，哎呀，哇，好香啊，好香，很棒。我看看我的盐焗的，我盐焗也好了。我去，哇，老铁们，盐焗的也好了，先来一个。来，咱们先把帝王蟹这个壳给它剪开。哇塞，看蟹肉，你们先吃，蘸点，抹点红油，哇，哈哈哈哈，绝了吧，太甜了这个肉，哇，太delicious了。哇，没治了，哎呀，哇，老铁们，这个波龙啊就得这么吃，咔咔拧下来，这个扳着走特别轻，哇塞，它这个壳特别硬，老铁们，把壳再整一下。然后咱们蘸着吃。我去！哇！没有一次说吃波龙吃这么过瘾过，老铁们，就像那个小波龙。我吃了都没吃，想吃这个是这么过瘾。来，兄弟，你来一口来。哇，这一口必须摄影师先吃一口来。来，你吃海鲜不好喝。这吃又不说话。好鲜甜啊、哦！真过瘾。哇哇。往里下一下，操！这个壳太硬了，我去，太他妈爽了，我跟你们。下锅了，咱包个钳子。哇，爽不爽？超给力！我真没吃这么爽过，超爽哈、啊！你太爽了，我掉了。看，大钳子，看着大钳子，肉质超紧实，哎妈！哇，太爽！
绝了。一个不容易能把人干饱，真太大了。哇！我去！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捡到小了是吧？不是，弄不开，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比猴子脾气还硬。哇，老铁们，哎呀，吃的太过瘾了。真的，我没这么爽过。哎呀，太爽了。估计你们也馋得够呛。那后边还有几个朋友也馋得已经不行了。所以说今天啊，咱们视频就到这儿吧。我们不能，这东西不少，但是不是我一个人吃，还有几个朋友在这儿，他们不太愿意上镜，所以说咱们今天就结束了。喜欢我的小伙伴就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再见。赶紧来，赶紧来，今儿必须啊！赶紧！人差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，今天我给家人们做一个海鲜大餐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去采购一下，走。都是活的，身上有5块的。你往里边拿。好了，老铁们，采购的不少了，咱们这一趟，哎呀，心疼，回家吧。老铁们，我已经清洗完了。现在咱们上锅蒸了一下，老铁们，实在是没那么大龙体，咱们煮它行了。咱们煮上10分钟，出锅喽！哇，重新起锅烧油，油热后加入麻椒、灯笼椒，炒出香味儿。炒出香味儿以后，加入郫县豆瓣酱，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以后啊，咱们再加入一点麻椒，再加入火锅底料。加水，把料汁啊，咱们倒入到这个大咖里边，开火。哇，看着都特别有食欲，老铁们。不是，你要是说吃海鲜，你要是说点这个量，哎，把这个量多少钱？100块钱，你可点不了。这个饭店不，咱自个儿。不是，我是说在饭店里点呀，那咱自己都点呀。对，大妈。哇，有理解，有理解，来，好酒，好酒，两个一眼就在这味儿上干，好酒配美食，来吧，叫什么？好，你今天什么小伙儿？什么面目？这个模，都是叫什么？叫咱啥说的？咱说的，行不行？行，行，叫小飞，叫我后边的这家，这肉好，对，纹肉不占肥。哎呀，没准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什么？你对于海货，先吃海货，买海货不算不负责。嗯，
大足吃了，咱有生蚝来，这一道也不行。别别别，哎呀，还是这边底。你在上回在上着了吧？我也昨天回来，咱俩都是昨天回来。听我这个，我在大理有问题。大理碰这个猫耳朵啊，碰真的懵了。哦，特别特别有嚼劲。哦，这就不是一个，哎，这是一个什么？非常过瘾，假嚼劲。哇，你们老板好，好，不能卖。我说这玩意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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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会儿你给你叫什么？这是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这都是烤骡子，烤骡子，烤骡子，多种多样的，这多少种的，得了，说这一块，说这一块了，两十二的那个叫烤骡子，牛包是这。哇，这个怎么这么好看？哎，这告诉你啊，不是说咱们有事的话，村子，你还在这儿干啥？干啥？喂，你们都辛苦了。不，没事。领导辛苦，领导辛苦。他就是他们那个昨天那地，本地的过来。好。哎呀，真好吃！只要今天哇，吃的非常过瘾，而且。都是我们老乡同乡，而且都是我的长辈。对，好，对，今天请他们来也是因为过节了嘛，提前请过一个双节。好了，我们就不缠着你们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来，大宝哥，好。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今天我来几个朋友，咱们准备了点生蚝，一会儿咱们蒜蓉生蚝。废话不多说，开整，先把生蚝上面的泥沙给它清洗掉，然后平的这面朝上，凹的这面朝下，给它撬开。看，一个完整的生蚝就下来了。哇塞，好肥呀，这个！咱们尝尝，看到起来。哇，这太鲜了。真的有点累，吃这个补补，太过瘾。提前准备的大蒜加入到料理机当中，咱们把它打成蒜泥。把蒜泥分成6:2:2，锅中加油，冷油下入2份大蒜。点火，把蒜蓉炸成金黄色以后，加入剩下的6份，加入味极鲜、蚝油、白糖、搅匀，好了，关火。加入剩下的2份，再加入小米辣，好了，老铁们。
咱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开口。哟，大王呢？你们这鼻子是真尖尖了。跨前来的吧？正巧了，这味儿。你看这鼻子。好。凳子，对，自己找凳子。来，马上好啊！哪个坐后面去？你自己找地方。浇上点蒸鱼豉油。后天的什么听力比较高，洗了二十年不喝。对。爸爸，你弄一杯吧就。哎，你早说啊！烤好了，咱们加点蒜泥儿。看看那鱼怎么样？昨天，哎呀，都长脸了。你吃了？没吃呢，宰好了。是这样啊。啊，一点零五片，零点四片。是这样。二号就，二号，我操，多少年了？都买的。必须，咱有视频，有录音镜。来，伟哥。我自个来吧，自个来吧。你都不客气，没事，我给你。我自个来。对，过来，我们别过来。来，庆祝一下，庆祝一下。来，刘哥，刘哥。来，怎么样？不赖，这有汤又没汤。嗯，在啥子都是。我伺候完你们，我这厨子也得尝尝。嗯，汁儿特别鲜。嗯，别呀、啊，不要在螃蟹里边属于麻黄的那种。多鲜、啊！你这，你们先来，我来炒着。那不能乱炒啊！我。嗯，哈哈，这鸡我吃的，这鸡不吃的，哈哈。你拿个蒜泥吃着，我说。来，感谢，不客气，常来嘛。好的。一块，感谢，上王爷，来，就差不多了，干这个吧，来，对。一块干一个。嗯，咱们啊，今天也别缠着网友了，网友肯定特别难。好了，网友们，同学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就不缠着你们了。喜欢我们的小伙伴，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人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今天咱们从网上买点好东西给你们看看。怎么样，老铁们，这小面包蟹够个吧？看看咱们今天一共买多少只。
一会儿啊，来几个朋友，我准备了10只面包蟹，咱们一会儿做一个海鲜大餐。最后我就说，先把这个面包蟹啊，咱们拆开清洗一下。咱把面包蟹清洗一下。咱们收点花蛤。鲍鱼，给它清洗一下。因为今天做海鲜咖，所以说咱们需要的蒜蓉比较多，咱们今天多打点。起锅，烧油。炖锅放不开，你就干嘛吧。二糖，最后啊，撒点小米辣，红色单调。这个漏了不？这个蒸上10分钟啊，蒸上10分钟以后再蒸花蛤。咱把熬好的蒜蓉酱，然后淋到这个上面。咱现在把蛤和鲍鱼放上去。我弄完了，陈子，你把那火点上。啊！出锅了！走走走，游游游，不学无术不发愁。咱们现在把海鲜铺到上面，螃蟹放上去，好嘞，好了，弟兄们，开饭了。咱今天就这样，一个大咖。两个凉菜吧，别啊！刚才超哥，我看车上有，他就自己家弄的小火锅，让他拿上来尝尝。这因为火锅又不早说，马上啊！我去拿。说来就来吧，这么客气干嘛呀？哎呀，真是家的小火锅，哎呀，真是！哎呀，你这是狗！这超哥自己弄的小火锅，咱们一会儿尝尝。慢点，我的天！慢点，它扣不开啊！哎呀，这是热的哦。料之前，下面还有，我来个大的，哇！我给你打，哇！看黄了，兄弟。他妈塞去了，还有小黄，你就站起来。哇！还不好掰，还比较硬，没砸。
nice。咱们今天实现面包界自由。哎呀，这个碗就归我了吧。我是抢不上的。这还有呢。十九个。这还有呢。老铁们，老铁们，你看他这个痛风选手，这是痛风选手吗？谁痛风啊？这我痛风也不能承认呀、啊，我也痛风。谁痛风？你痛风、啊？我已经吃了，我已经吃了一个地方那个面包屑了。看来我不痛风啊，咱俩不是一个人群。看来你这腿疼是装的。别说为什么吗？吃那个白蛤蜊。对。嗯，尝一下那个鲜度还大。那个。是什么猪蹄啊？猪蹄，你看这么多肉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还可以，哪个自然火有这么多肉？嗯，尝尝，来一块。这话怎么说来着？你说一个不对。嗯。入口即化，嘎嘣脆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哎呀，真是入口即化，尝尝不行。你那是咬骨头了，别搁这样啊！你吃上了，我吃了。吃有点辣，吃上麻可能会不会辣？对对，可以，来尝一口。它的辣也特别香，对，嗯，香辣的呢。那粉丝，粉条呢？这粉条菜还挺多啊，有藕。嗯，有藕片，不是辣。我别吃了，我说。你看你这么吃这么过瘾，我也想吃肉，我看这吃粉条吃的这么过瘾，我也来一桌。这是确实得这个粉条。嗯，都是真材实料。他那么长时间，他没有烂，是吧？对，有的半都煮黄了。咱就共同举杯，为祖国感到骄傲，来吧！国庆节嘛，对吧？嗯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小伙伴，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